随着手持式行动装置市场普及，不少厂商亦推出相关周边产品，其中 MagicPool 推出一系列流动充电装置，并推出采用超薄设计、内建 4000mAh 锂聚合物电池的 Pro Mini 4000流动充电器，可塑造超薄外形，即使充电容量达 4000mAh， 但机身亦只有 7.5mm 厚度，为手持式行动装置提供高便携性的额外充电。 Pro Mini 4000采用全铝合金和不锈钢金属外壳设计，提供钛灰、闪银、浅蓝、翠绿、粉红五种金属色系可供选择，表面设有安全轻触式热感开关设计，只需轻按3秒就可以开启电源，简单方便。同时正面设有 LED 设计，可提供4段电量显示，随时检测剩余的电量。充电器附送多种连接头，可支援 microUSB、miniUSB、PSP 以及 Nokia 装置使用，亦可配合适合的连接线，为智能手机、iPhone、iPad、PSP、NDS、PMP、蓝牙耳机以及数码相机等各种流动装置充电。支援 5W1A 输出，能够为 iPhone 4完整充电两次以上。此外，充电器只需按3秒或者闲置超过1分钟即关闭电源，有效减低不必要的电量流失，而提供更充裕的电量为手持式行动装置进行充电。充电器为了加强安全性，内建 PTC 安全智慧晶片，提供过充、过流、过放和短路保护，安全可靠。